开始。第一次先把它挡着，然后你再上车。OK， 懂了，明白。你不可以，这样看不到。你刚刚是这样的？哎呀，你有肌肉啊！没有，并没有。真的，这是什么？没有。专库模式开启，但我觉得脸上应该要有一点脏。没事没事，啊，你的手不要脏了。没关系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弄。这里。奇哥不停地告诉我们该怎么样，这个视觉 O 不 OK？ 很久很久，那我眼前演戏来吧，我就白鹿应该坐着。好，坐坐看。你背对着我，怎么跟我讲笑话呢？这个感觉比较亲近，不会好像有隔阂嘛。我在帮你温香暖被，谢谢。那我们一起吧。导演跟咱们俩人啊。平时奇哥都。抓出来！我要见他。 带进去了，演得好，真好，真好。最最最打动我的是导演一喊咔，他明显是愣了一拍，但是他那个情绪收不住，把那个情绪完全宣泄出来，才继续往下走。奇哥，我们可不可以试一种前面节奏快一点，然后戛然而止的感觉？就突然停止的感觉。对，可以啊。白树想法会比较多一点，今天有一场戏是真的还蛮难演的，情绪很复杂，演完以后他还觉得自己没有演好。奇哥，上一条那个。 一会儿拍完这条，我们再试一下，好不好？除非你可以给导演不一样的东西啊，会反复的去思考自己的表演。我相信他是有潜力可以成为好演员的。就想明天我要做手术了，我今天来看，但是我就强忍着不说，所以你眼神住得着我，我给你交流了。不用想那些细节，就卡大点就行了。对，就去感受一下那个情境。当下你会做什么样的反应？我们把比较走情绪的戏都给了树，树其实他起到了一个带头的作用，我觉得我们三个搭戏还是蛮有。 火花感也蛮有默契感的。好了吧。OK。Action。18岁那年，就像个俗套的故事，我们三个男生喜欢上同一个女孩。后来。 我们发誓要让他重新看见这个世界。妍希，我想画一幅漫画送给你。有一个女孩，她被坏人抢走了。那你还是我。嗯。007呀，这么帅。然后呢？然后剩下的三个男孩就决定他一个人去救她。 走，妍希，在这个故事里，我要把自己画成一个英雄。快走啊！因为这是我的漫画，我想当一次英雄。好想看哦！我一定会让你看见的。 说，别难过，替他好好去看这个世界。他说，他一定能看见你。你骗我！再见了，妍希。 所有的故事都停留在了那个夏天，而我们永远都是18岁的样子。